欢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，我是阿明。感恩。台湾俗语讲啊，你若有心要做牛啊，你若甘愿要做牛啊，免惊无犁通拖啦。咱今日特别来宾啊，都亲像一只欢喜付出的牛啊。什么人诶？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新北市板桥，今年76岁，生肖就是属牛的谢桂春师姐，欢迎过来，哈哈，好不好？阿哥他的二女儿蒋冰瑶师姐，还有1、2、3三位亲友团，感恩大家，谢谢哦。好，来，那呢，桂春师姐啊，人人都称她蒋妈、蒋妈妈，为什么？因为她先生姓蒋，好，你看她这样子。雪白的头发，银白的头发，就知道有岁数了哈。过去啊，真的日子啊，动作吃苦，动作吃苦啊，出世六天就做人，上人做养女啊哈。啊，到6岁才学晓行路啊，10岁才读小学。后来为了要生活，做过工友，做过店员，开过干妈店嘛，伫诶菜市啊，摆过摊啊，卖物件，真正是哦，真用心的过生活。好，啊！即摆做这20几年来啊，无你近视头的哦。虽然做细汉，目睭健康都无好，即摆阁有岁啊，但是做做这勇敢向前行。咱今日就来见证咱的蒋妈吼，我爱慈济，慈济爱我，我爱人人，人人爱我的故事。是啊，大富贵安尼啊，阮拢斗阵，阮遐翁妈妈，拢斗阵呢。啊，拢斗阵，种个福田啦吼，啊是讲讲志聪啦，拢全斗阵的就对啦。阮那老三个老公啊，对啦。这抓还袂起嘛吼？我无看嘞，无看。啊，你看也无看。安尼哦。走，走走。每周一早上，在慈济板桥园区做福田，是76岁的谢桂春7、8年来的例行安排。才开始起的时候，我都来做啊啦。啊，我咱才起几年啊？头一边的，我都来遮拼土地啊，才较早工厂啊。我咧来拼的时阵，含阮查某囝含咧设计来拼，拼到捡到钱啊，捡到，啊，咱嘛捡到高高几公。做甲足欢喜的，阮咧福田，大家规阵嘛做甲真欢喜呢。爱把握机会啦，爱紧来做啦，有戏啊嘛，真紧诶。所以红色的是淡的，啊白色的是淡的，对不？哈？这条是淡的，啊这条淡啊，这条淡啊嘛淡去啊嘛，这条淡啊，这条淡的。因为上次开会说要这样子做哈，才不会东西像才几年了，娘那个这么多。气都掉了仔细擦拭每个角落，整理物品，谢桂春总是细心为大家着想。这拢洗落吗？还袂，还过做还袂洗，我一个桌布。我这拢洗面巾，这拢洗。哦，你那个这拢洗落起来哦。嗯。今日面巾无打较少。嗯。大一台啦，嗯，大一台师姐甲师兄啦，翕相，哈咯，要甲你翕相啦。嗯，老一辈的人都有苦过的经验，在九份山城长大的谢桂春，有感于正言法师拔苦与乐的悲心，也想行善助人，于是他在1989年受政委员，从那一刻起做慈济不停歇。我做这菜几年，环保都做几年了。真个啊，要另外个捡个吃。对，快过年，蒋妈妈都有啊。啊，对啦，你袂晓找蒋妈妈摕。嘿，已经袂有啊，因恁车已经坐起来。对啊，你找无来找我摕。在板桥地区，人称蒋妈妈的谢桂春总是热情招呼后进职工，几乎每天做环保的她，现在虽然一个人住，但有了法清的陪伴，一点都不寂寞。这个坐在我对面的，117人，我坐在对面。哦，因较早因爹是嘛做环保，啊，这个181项都对，啊，伊是坐咧到。阮是 A 栋、B 栋，这哦，啊，这拢较早咧迄边吼，伊家己看咧做拢来的，啊，真侪拢，啊，像这位拢这边这拢会家己来，啊，这嘛拢厝边的，这嘛做足久啊。这对人吼，足亲切的，啊，佫吼足会含，
他的手艺很好，啊，拢会做物件，很难嫁人。哦，伊他的手艺真的很好。看到做得很健康啊，啊，人又好啊，啊，到处结好缘啊。我看到你，我今仔日只心情免送啊呢，我看到你一边爱送呢，爱推呢，嗯。啊，我说你，我今仔最爱做环保，我了煮菜什么的，我都最爱做。什么原因可以让人不间断持续的无私付出？什么原因可以让人充满爱与勇气，对生命充满热诚？心怀念纯，美善人生，就是蒋妈妈生命的最佳写照。做环保无烦恼，身体健康，骨头救地球嘞，足好个啊！所以咱来讲，妈妈是咱大爱台的头家啦吼，就是你拄仔甲你讲的啊，做环保，身体健康，没烦恼啊，哦，啊，天天做环保，青山绿水永长保啊。啊，买感恩讲环保好啊，做我这个后半段的人生足快乐的。除了二女儿来之外，还有三位亲友团，咱光阴港介绍一下哈。第一位是我们的徐桂香师姐，感恩哈。第二位是我们的林盈君师姐，感恩你哦。第三位哇很重要了，我们今天的司机菩萨了哈，再打个来龙眼，林景龙师兄来，景龙师兄哈，先给你请教了哈，这个做环保啊哈，你常常会签名跟去环保站嘛哈，那我看到蒋妈啊，哎对，哎你看了五回七十几回人做环保，你感觉安怎？哦，感觉讲伊是咱人做者迄个人民典范，嗯，哦，你看伊安尼愈走愈欢喜，个身体愈健康，嗯，哦，而实在是大家学习的一个好菩萨啦，哦，亲像你是大人过往二十几年啊，啊。蒋妈就亲像你家己的阿母也同款哦，看真是哦。阿姨对了爱地球嘛，真爱听就咱这诶，嘿，是谁啊？对，所以大家拢敢再来叫我蒋妈妈，当爱当做妈妈，当伊拢敢当做是有那些人是谁呢？嗯，拢都嫁过阮。同进一家门啊，都是一家人、啊。对，是一家人。我想这个冰瑶师姐最认同了、啊、哈。是是是。妈妈做了慈济之后，也让你一言一行都要很谨慎小心啊。是是是，妈妈是我们的典范、嗯，那也感恩上人，感恩慈济这个世界，让妈妈发挥了很大的生命的价值。这个真的非常的感恩，谢谢。不过这个妈妈做慈济二十多年来哦，曾经爸爸也是妈妈最大的推手，也可以算是最大的这个。甜蜜的附和啦。对对，因为妈妈，爸爸把妈妈当成女儿一样的疼惜，怕她太累，怕她太辛苦。好嘞哈，是是是，他不给我出去就是这样哈，是说我在这里做哈，我一直打毛线。对他看，现在十一点了、啊，他也不会叫我去煮饭，他坐到那边，他都说啊，十一点了，赶快去煮饭，煮好了说啊，吃哪吃饭了、哦。对对，我做这一点真的很感恩。我也住我的家、哦。是是是是、哦，对，都是这样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阿基拜天公，你做主者更无挂碍啦。对对，全心投入。他的事业就是慈济事业，嗯，是。当初我先生他是英年没有跳河了，但是我去那个台北分会找一个叫陈师兄嘛，也是外省人嘛，嗯，结果我第一次去找他，他不在；第二次去找县管找他一个师姐哦，里面的师姐这样讲说，啊，那个陈伯伯生病了啊，第三次又带我先生要去找功德款，要去拜托他带我师兄出来，结果他往生了，哦、所以没有那个姻缘呐。啊、所以我有带他去哈。本地你想要讲嘛，邀请恁先生跟你同款同齐做做主持人。啊，但是我做环保他也很欢喜，但是他生病坐轮椅哦。对。但是轮椅推出去，很多师姐看到，他有看到环保，他就是要坐到轮椅，他也要报环保。哦。他都放在这里给他报，这能给他报了一堂堂，很多师姐都看到了。嗯。哦。妈妈就是这样子，很乐天，是，很乐观的人。对对，早期看他在推那个环保下地下室，我们非常的担心，因为环保又重。对，而且老菩萨们年纪又大，那个斜坡是很斜的，对啊，一路下去，然后回来的时候礼拜六要收，还要再推上来，哇真的这个礼拜六要带出去还要推上来，就在这迎接师姐的他们楼下了，对啊，所以讲哦，你过去的历史拢家己有行过啦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嘛，哦，啊凡付出你就得到欢喜呀，是，请你女儿啊，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她说啊，她在三年就要退休了。退休要干嘛呢？马要对阿布瓦做主持，所以说阿布瓦拢将传家宝准备好了，要先传给二女儿啊。今天这个阿明师兄祝福了、阿妈哦，伊阿布瓦都炸一挂东西，上年上哦，伊父啊伊要传哦，哦因查囡，这个早期的新亚书记你都不看过。哎呦，美金两块，我没有拿来吗？这就是咱慈济的 logo 嘛。啊，内边哦，其实有包物件啦，包两个一块钱呐、啊，就代表了福慧双修嘛。是哦，那阿妈。
蒋妈哦，今天还有带另外一个奖牌哦，感恩啊，在前面啊，头前个地哦，哇，真正无简单，我刚才看了一下哦。上面写的是慈济精神研讨会第一期结业纪念呢，大慈悲为是柔和忍辱一啊。那可得玩不玩啊？对，这一块结业的时候还有那个叫什么德啊？取水德，什么德？取水德，取水德。内政部长取水德，对吧？大合照，好，大合照送一个，送一个那个奖状，我也有，我家里也有。这东西早期也够有啦。对，早期才有，尾也无啊啦。因为你受尽23年啊嘛吼。啊，委员号1608啦。是。感恩上人给我这法号1608一路花嘞，我真的很高很欢喜嘞。我女儿说：“哦，上人吃光给你我这1608一路花，越老越花。”越老越发。对对，要健康感恩。你的这个法号是慈莲啊，联合国的莲啊，对，讲你这一人做无够啦，爱靠一定人当的来做，所以他精进般的很发挥他的功能，他只要一通电话。要叫大家，别人叫不到人的，他一通电话可以找很多很多的人来。对对，一定有他的，所以他是永远的精进班，永远的精进班。对，另外一个师姐今天替花莲没有来，他说我要来讲哦，那个光记字念招那么多，没有讲。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时间的关系嘛，无法度和你讲啊讲。啊，我们再时间再往前推了哈。阿妈今年76岁哈，其实说到小时候啊，她讲着讲着，眼泪就仿佛快要流下来，因为真正是吃苦当作吃补了，对吧？苦尽甘来哦。现在小孩啊，5个小孩都非常有成就哈，而且也有人发愿要继承你的衣钵了哈。啊，当这些走菩萨道了哈。我们继续看下面这段影片，然后回来再请我们的亲友团一起来见证一下，永远都不会老的蒋妈。来带只目睭好个呢，只规阮只规桌吼，会准备来做慈济像啊了。你家妈妈老大，我大家嘛知影，家妈妈是安尼做个报，所以吼，因拢无嫌我老，拢就把我当作报了。我讲我嘛无做啥物，还把当作报。承担经济组联络人这么多年，谢桂春坚称自己什么都不会，但事实上，他用一副好手艺制作结缘品，传达对志工们的关爱。不管是帮小沙咪织帽子围巾，还是用色纸折日本娃娃、中国结、打包袋等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，都是高龄76岁却依旧保有赤子之心的谢桂春所制作的。这拢我做的，这娃娃这拢我做的啦，这拢做甲人结缘的啦，真哦，这啊，搁有迄个日本娃娃，我摕给恁看。你也足济呢，我都讲感觉啊，拢特别上次甲人结缘，啊嘛，对，你看这规个拢海外拿转来吼，足爱哦。来，我再给你买一支高度罗加。出生6天就送给谢家当养女的谢桂春，先天视力不良，耳朵重听，6岁才学会走路，而10岁才读国小的他，也因为做矿工的父亲生病，让他国小毕业后无法继续升学，全心投入工作，帮忙家计。啊，但是师傅，你不是目睭不好吗？啊，目睭不好，我爱做这個。对啊，啊，我唔安尼有兴趣呢，啊，无做这個，唔知要创啥，我也想袂晓咧。我这有我的兴趣吼，啊，我都安尼先做得足快乐。好啦，莫搁伫遐睇啊，莫啦，无怕你走，来，将我人来掀起来啊！快啦，莫安尼，快，你看啦，都是奖品。你看要对倒过，我无甲你对，我要对倒出面。你嘛无甲替我顶伊，你看。所以我的苦人都是拢安尼苦，大家拢加少配合的。所以讲，继续做了，继续做了，我就继续搁较做了。总是热情和大家结缘的谢桂春，笑称自己属牛，很爱做事，双手停不下来。就像担任义愿志工近10年，他今天担任小组长，带领组内的志工们一同付出。做真济啦，你叫我做啥，我拢有法度做啦。吼，就这几年来，目睭甲耳孔有较差，所以我就有当只这几年来就有较挑的讲啊，我要爱伫倒位才会用的，因为我无法度住病房区，
病房指导算我爱甲迄病房带动吼，爱咧讲，咱爱讲大声，伊听，咱讲话大声，爱讲话细声，伊讲的我听无，所以我拢爱带门诊去的安尼。就是只有较近一点啦吼，我见医生会甲你控制吼，好，好，好，祝你健康啊吼，祝你健康啊吼。62102263哎，底鞋啊，敢那？较悬吼。对啊，底鞋啊有较悬，啊高鞋啊嘛收低，哎，无紧，医生会甲你调整吼，祝福你健康来，吼，医生会给你调整吼，不，迄无紧，迄小事情，好，好，慢走啊，好，慢走，慢走。啊，师姑，你即马加领几岁啊？哈，你即马加领几岁？阿哥来做医院职工啊？感恩呐，吼，感恩师傅，你讲几岁，人比我较侪岁嘛，你做。我孙。随着年纪增长，谢桂春的重听和近视更加严重了，让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志工勤务。但他从不退缩，从黑发到白头，即使外表变了，一颗真诚爱慈济的心依旧不变。来，可爱吗？我做的，好，跟你结缘了哈，祝你们哦。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你做书签，好，对吧？对，嗯，做书签了哈，嗯，对，我拢大号在叫芳草师姐写的，对吧？嗯，可爱不？可爱不？再过一个，再过一个，啊，我穿这条上漂亮的。来，师兄，这红啊我做的，啊，这字叫芳草师兄师姐写的。感恩，感恩。我都一直都是最感恩，就是我身体健康，能来做服务人家哈，最快乐。为成佛前啊，先结好人缘哦。你看蒋妈四叔爱跟人家结缘哦，而且很慷慨啊，对吧？今仔日咱现场嘛，炸真侪宝贝要甲大家结缘呐。他说来带来录影当道具，就不带回家了，要跟我们所有的现场同仁来分享哦。另外有这只啦，这叫彩球呀。嗯，太幸运了。那这个岁末祝福，我那过年的时候那个岁末祝福啊，那个做那个什么红包袋的，拆起来那个，哦、拿起来做。这几袋银银银，对对，都是废物利用，多粘了一层，变成了对对。水当当，水当当吼，阿哥有啦，露营。录影之前啊，还没端午节啊，当然播出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端午节啊。不过啊，先预祝大家明年端午节快乐啊！这是阿妈要跟大家过年啦，包粽啦哈。啊，像我就是要体重要波动啦哈，给这个用这个补益啦哈。这嘛你做的啦？是，嗯。啊，你这摆目睭安尼会看没有？啊，哥有我多做咧，啊，我拢多在你做，在你做。所以你真幸福啊！真幸福哦。家里很多听说都回收的东西啊。我们其实回收来，你把它当垃圾，它是垃圾。我们给需要的人，可以帮助很多的人。哦，对，其实我们回收回来是可以跟人家结更好的缘。好，来来，并不是把它当。这单掐亲友团来见证一下，来来来，那你桂香师姐啊，桂香师姐，你的眼中蒋妈就是一位惜福造福的人哦。对，来，赶快只要雷公话嘛。好，就像讲熟迄个茶啊，纸茶啊，哈，迄纸茶啊已经旧旧啊，啊，看起来都是摇摇，唔讲好好，伊就是讲啊，最爱捡来咱园区红果用啊咧。哦，只要迄物件若是好诶，伊就是要捡起来，伊就是甲当作宝。哦，啊，搁有迄保鲜盒哈，啊，都真垃圾吧咧。啊，伊捡起来讲，啊，桂香姐，你要爱无？我心内想讲，哦，那伊问我要爱无？这伫伊心目中一定是宝。是，伊再问我要爱无？哦，嘿，啊，所以我就讲要爱，因为我感我伫伊身上吼，就是学着修复。我本来想讲，啊，这都粗俗物件咧吼，啊，搁垃圾吼，是，那个回收就好啊。啊，伊哪会问我要爱无？哦，啊，伊既然会问我要爱无，伫伊心目中就是宝嘛，伊再问咱嘛。这个应该是跟从小家庭生长背景，还有他人生的历练有关系啦，是，对吧？蒋妈的先生大他13岁哦，是四川来到台湾的阿兵哥啦，哦，后来做专诶家族呢哦，李占尼，嗯，所以你们五个小孩都是靠妈妈自己一个人拉把你们长大，是的，爸爸不在家，对，在海上漂泊，是，那你们一家人为了生活的环境，听说搬了十几次家，是。妈妈一个女人家怎么带五个小孩啊？是，也要感恩我的阿妈、阿公、阿妈，她也会来帮忙我们搬家。我们那时候还小，对，所以我们的印象中是常常在搬家，从小到大到现在的定居14次，14次啊，对，14次，对。
给人家租房子很辛苦，因为有一次台风我们房子被吹走了，我那个儿子啊，他说老板老板，你这个房子哦，昨天被台风吹走了，你要叫人家来修理，来修一修。啊，那个老板很凶啊，他要住住，不住搬家。哦，住住了。我心里那后很辛苦，因为先生不在嘛，没有在台湾。嗯。我都讲了这样，以后我有房子住的话，一定要租人家最便宜的。对。所以扣的租金你想了解。对。我知道人的辛苦。嗯。但是我一个旧房子要卖掉哦，那时候卖掉400万。但是有一个年轻人也是很年轻哦，差不多还不到30岁左右，他想说，哎，今天好像讲今天是我8号，他拿10万来压在这边，一个礼拜要来跟我讲，讲说，哎，他要买不买要跟我讲，但是不买的话有一个中介，然后你那不买的话哈，这个10万块就是蒋妈妈赚的，你要买的话就是没有关系，结果他没有办法买，没有办法买，结果他对方这个买方啊也是。孩子生病住院，我说没有关系，你孩子顾好，我这个10万块一定还给你。嗯，结果我都到银行去领钱来还给他，他要跪下去，我说你不要跪，这个钱应该是你的。假设我自己想说，假设今天我的孩子这样，那么不甘吗？对，对不对？我都行，俺嘛足欢喜，俺嘛足甲感恩呢。对，从小妈妈就是这样子身教言教，是身教言教，没错，是。像说说那时候大家辛苦哦，没有钱了，我都说啊，你怎么还没有吃啊？没有看到。以前烧烟筒的嘛，我就讲哎，啊，那个移动便当来拢阿袂煮，我都跟他跟我妈妈，我都赶快拿米，拿玉米粉，拿那个面粉，他拿回去再看机会叫你吃，啊不吃，十点嘛不吃。妈妈观察这么入微啊，挂下那个烟筒共无青烟出来的，像他家没有煮东西，对，因为我们在市场，是在九份啊，九份那个乡下那个啊都知道啊。对，我就是拢阿哩，我现在常常讲，上次说。八分自己保，2分救人。但是我常常跟我孩子讲，你问他，我说我们这一碗饭，我们那3口4口给人家吃，我们还会饱。对，我这句话讲几十年了。所以说我很感恩，真的是上您的乖地主了。智慧。妈妈这个一生波折不断哦，挑战也很多，但是在慈济找到了安顿身心的地方了。尤其你受尽的时阵啊。师傅，你鼓励哦。对，我甲鼓励。师傅，甲你讲啥啦？无，我是受情的时阵，送人甲我变来，我就跪啊，甲送人讲，送人。哦，我目睭吼足歹，还佫耳根，送人讲，袂咧，我看你目睭佫足好咧，买啦，人迄位还佫无看用网的咧，你还佫有看咧。哦，我今日送人甲照，我心肝就做着清落去。我较早戆戆哦，定来想讲。我只有70几岁，我顶阵10几岁啊，大家定想讲啊，然后10万块，或者你目睭我嘛要来换，因为哪人，我迄阵20几岁就想讲要去织布工厂做女工，目睭黑色啊，又无法度做啊，安尼直直想安尼，我10万块我嘛要一粒目睭来换，迄阵啊戆戆，我定安尼想。阿嬷的故事啊，仿佛半个小时讲不完了哈。那录影的。当下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了，今天我们就请二女儿啊当代表，5个小孩啊由你来祝福妈妈，代表祝福妈妈好不好？祝福妈妈。对，有什么话要祝福？祝福妈妈，其实就像祝福佛陀一样，无量光无量寿。 OK， 好，谢谢，感恩。虽然蒋妈哈从小耳朵都不好，但是她现在听到的都是最美好的声音，所以她眼睛现在不是很好，但是她做环保成就大爱电视台，让全世界人都看到美善的故事啊。我们要用掌声来祝福蒋妈哈，如走如用，好不好？好，感恩，谢谢。阿青就无感换啦，如走如用，好不好？感恩，一步进一步，愈来愈进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也要祝福我妈妈。